是吧？对对对，是一只啊，还有对对对，双头飞是吧？兄弟们三位对吧？对对，好，你好，你们两位。好，互相先拿出来，一个放，那个拿下来了吗？拿下来了，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好，你给他吧。 还挺漂亮的，还挺宽敞的。好了，走吧。他们可以上镜吗？可以，拍照吗？这是我们导游。好好好，这是我们的导游妹子。所以这是官方说明，是可以拍照，也可以拍摄的。 哪个太熟了？我们现在从火车站出来了，出来面，然后我们现在要上车了。刚才我听着这边歌真的很感动，就是，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傍晚。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徽章是必须要带，还是可以自己想带也可以带，不带也可以是的。自愿的。自愿的啊、哦，那我们要想买可以买得到吗？这个是不能买的，是我们单位颁发的。哦，我看大家带的不一样，是会发不同样式的，然后你自己选带哪一个吗？就是那个发型年份不同，哦、它的样式就不一样。哦，每一年不一样吗？啊，也不是，不一定就是什么时候有。对对对。哦。 那每个人手上应该就是有好几个，是不是？嗯，算是吧，就是我爸妈带的也就有点不一样。哦，他每年就是如果出新的，他可能发新的，那你可以想带哪一个就选哪一个带。对，这个带自己随便。这个普通话比我们好吗？没有没有。普通话比你好。嗯，就是比你好。哦，啊，这车子挺新的。 这是什么？华城金杯。行李放里面吧。好的。从后面放吗？从前面放？放这里面吗？真的，要不行李放里面，稍微停一下。再见了，好漂亮！你看，距离，你看，好漂亮，是吧？ 那个后面，我们拍照，然后被这个维持交警的叔叔，我们要拘。说的对，说的，因为我们不可以这样，对，我们妨碍交通，光忙着拍照了。因为这里是那个停车场，对对对，啊，真的一尘不染哈，好干净啊，这地方，好干净啊，你看，主要的那种一尘不染，有什么就是公交车，公交车，我们有那个像那个。 那个蓝色的，那个有轨的那个，那是无轨的。哦，无轨的那是就是电车。后面那个。哦。就那个红色那个就有轨电车也有。哦，还有巴士。嗯。出租车。有点反光，拍不清。哦，我拍不这个。出租车它是按距离的还是说？按距离。嗯。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好漂亮？你看这个，按距离，然后告诉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边修了特别漂亮，对，这边修了特别漂亮。哦，它有计价器。哦，这样比较有看得到原貌。对对，空气很干净。啊。好漂亮啊！这个火车站大概有建了多少年了呀？啊，这个是56年建的。56年。1956年。啊。是我们那个铁路干线的中心。啊。
啊，这个保持的真的很干净啊，就是完全没有说脏的地方。对，我们朝鲜人都特别喜欢爱干净。对对对，所以每个就是地方都保持清洁。对对，确实是这样。确实很爱干净。它像那些有轨电车，这地铁吗？它是有，是不是只在一个范围之内有，还是整个平壤？是整个平壤是有轨电车。对对对。这是然后那个电车也有。这地铁的下去的。这边有地铁、啊。这是地铁了是吧？啊，这不是地铁。这不是地铁。地下道路。地下通道。地下通道。他们有有轨电车。哦，对对对。有地铁是吗？有地铁的。啊、哦，对。哦，那它就是交通方式很多，哦，对，有轨电车、电车、地铁、公交车、巴士出去。小朋友很快。아내는식사하고서는다음에마지막에들어오면서可以，你好，这个是我光拍我有点不好意思，没事，我跟你一块儿。那一会儿叫你们两个一起。这是我们的这一行的就是导游之一，然后他的中文说得很好。没有。许日庆，许庆日还是许？许日庆、啊。不好意思，许日庆啊。说延误。他中文说得特别好。有个上来说，俺那个问着旁这是我们另一位导游。啊，你怎么还说怕被摸过？大家说怕被把袋子 PK 了，他说就住这边吗？啊，这是我们今晚要住的酒店。哦，那把行李放一下吧。那先行李放吗？还是先要不先吃饭？然后吃饭也在这边吗？不是，吃饭是在那边。那我们先放，那就吃饭吧。放行李吧。哦，对，行李放这边。要放行李啊？哦，也行。没事，不用紧。啊，来得及就行，好。这些楼是住宿楼吗？这都是民房。民房。你怎么称呼？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我是那个名叫金珠梅，姓金，名叫珠梅，珍珠的珠，美丽的梅。啊。然后把我叫做小金或者金导就行了。啊，很不错的名字。高级的是吗？那就是朝鲜特级酒店。哦，就算是比较好的了。我们今天要住的酒店就是在朝鲜特级的，还有一流的酒店。哦，那挺不错的。这边中国游客来的多吗？很多很多的。哦。最近是不是特别多？对，最近是旅游季节嘛。哦。一般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旅游季节啊？一般我们在朝鲜的话，4月份到10月份。啊。4月份是我们朝鲜3月份到5月份是春天，啊。然后6月份到8月份是夏季。啊。然后9月份到11月份是秋季。啊。所以还是旅游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10月。哦，4月到10月是最好的。那我们来的正时候也是。你们来的正好的时候，好的季节。这是什么意思啊？哪个？这个。这个是住宅楼，那就是住宅楼的意思啊。后面这个写的字啊。啊。写的就是餐厅，就是。哦哦。专门做煎饼的，专门做煎饼的。这边住宅楼是买的吗？还是你们是分，都会每个人都会分配啊？这些房子都是国家免费分配的。哦。那看着呢。啊，在后面。예미안한데그수련이지금저같이없단말입니다이거좀배구하러나갔으니까이제들어올겁니다인사유이제이사끝난것같습니다이제다들어오는것같던데예예전화했습니다冬天会冷吗？冬天会冷，最冷的时候低下20度左右，零下二十。哦，那确实挺冷的。还要常下雪。哦，会就很厚的雪吗？嗯，有时候。可是最近呢？最近冬天不那么冷。哦，最近几年？最近。三四年，三五年。啊、哦。我们来这儿。好，谢谢。
这个叫什么名字？烤肉店，汤锅汤锅烤肉店。啊，这叫烤肉店吗？啊，谢谢啊。你好，啊。不够坐吧？我也不要坐吧。我坐脚上啊，好，谢谢。来，你们三位一起坐，我们那个跟司机一起坐。好的，好的。好的。这里坐两排，然后这里坐一。你坐这儿呢？要不坐这儿？这没关系，一脚都一样。可以一起坐吗？啊，一起坐吧。对啊，那个对啊，六个人要干嘛？啊，那就定好了，没有在桌子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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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对啊，真的好干净。不干净是真的干净。啊，而且你看周围的行人，特别舒服。不是它气候啊，冬天的时候有20度。这个时候是最热的天气，冬天的时候20度是不可能的。不，零下。啊，但最近这也没有那么冷。你看学生。这个啤酒，啊，什么？啤酒叫什么？这个啤酒是朝鲜名牌的大同江啤酒。哦，这就是大同江哦。我们下午喝了一下。OK。一半就行。半杯就可以了。Thank you。这个是茶。他要喝，你要尝一下大同江，你们要尝一下，这是名酒。嗯，哦，这很有名的，外国人都喜欢。大同江，大同江，大同江，大同江就是我们朝鲜的一个那个大江，朝鲜的母亲江。大同江，这样一瓶酒多少钱？这个吗？这个品种好多，按品种都是这样不一样的。1.7美金左右。1.7美金。我们在火车上是喝十块多，对，是。拿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大同江。大同江是不是历史已经很久了？这个酒是不是时间就是已经很长了？很对呀、啊，历史很长。很长了哈。很长的历史。你们有喝酒吗？我们不喝。可以喝酒吗？可以喝酒吗？是大的，因为他要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啊。对，这边开车不能喝酒。能拍到你们两个人，你们说句话吧。大同江，这叫大同江。好。好了，广告拍完了。高喝吧，现在又来。啊，我知道，好，毛巾擦一下。但是，这个是鸭肉是吗？烤鸭肉，你们边烤边吃。好的，好的。然后这个是那个芝麻叶。苏子叶。芝麻。芝麻叶。哪两个字？芝麻的芝麻。芝麻的芝麻。小芝麻。小芝麻的。芝麻叶。芝麻叶，因为我们朝鲜烤肉常常那个包菜吃嘛。啊。顺序有差别吗？有。没事的，没事。可以，然后把这个菜包着吃，味道挺好的，不油腻。朝鲜泡菜，然后是茄子。闻着味道就很香，谢谢。慢慢用啊。好，谢谢。辛苦。
火很旺啊，要翻上一下。好香啊！这个是什么肉？鸭肉。鸭肉。刚才我尝了一下它这个大酱，好吃吗？好吃，跟我们在青岛常吃的大酱的味道有一点点差别。下午那个两个老哥都说了，那个这边的大酱就是没有包装的那种版本，然后韩国那种大酱就是包装的往外销售的那种版本，就是添加了味道，然后包装。哎，那我就是原汁原味。看我可不可以买点这个大酱回去？另一个。做大酱，附近这个发的很好啊，应该就这种大酱，我们到时候可以买一些带回去吗？可以的，有卖的，有卖的。这个叫什么牌子？这个叫什么牌子？大葱姜。这有牌子吗？还是就是开成的酱，开成的辣椒酱，还有大酱，高产的酱类有很多。哪种比较？谁家最好？一来先看好了这个大酱，多了解了。这个大酱可以来，这个可以直接。我可以申请上镜了吗？来了第二天呢，我都没上过镜。然后这也是我们那Qiuli新晋摄影师。对，新晋摄影师。因为张梦飞这个整个身体已经不行了。因为张梦飞升级成主持人了。对，这是我们的司机。司机已经不存在了，司机在那边。给司机一个镜头吧。怎么样？好。司机在那边。哦，他会把这个也烤了一下，三芥末，三大酱，对，然后芥末，这个这边叫芝麻叶，然后在青岛那边，一般韩国烤肉习惯叫苏子叶，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香味像子。好吃，好吃，真的，真的好吃。昨天旅游要开发了，大家知道我很挑剔的。推荐大家来这边玩，真的很好。到非洲那个烤肉，我们以前去的国家都不容易，来这边特别改善伙食，服务特别好。可以真的吃吧。可以，但是烤一下我觉得更香了。真的吗？嗯。它都可以加一个番茄。小姑娘都很小。但是颜值都很高了。这么说，朝鲜族都挺漂亮的。就气质特别，主要是气质特别不错。我也包一个门。你这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最近也是在青岛生活了这么多年了。那以前没烫过叶子。对，吃法不烫，但我觉得烫一下更好吃，那个吃的那个，然后那个叶子就是有细微的毛感。这个生的叶子味道不怎么。好吧，轮到你吃。刚刚就是帮我一个一个摆好，着急是吧？对，Qiuli，我老婆都没有这样给我摆过。你说这句话不违心吗？不是，他摆的特别好，各个东西摆在一起了。你可能给我包过，但是可能没有包的这么细。他不会说。没事没事，不要紧不要紧，你吃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也吃了吧，好不好？好，不拍了。那我帮你们三个人一起拍吧。哦，你帮我们拍一张，一起。按这个吗？不要紧，你帮我拿一下就好。对准就行。网红的位置是吧？他们这边的米饭。
他们这边米饭特别好吃，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不吃了盒饭吗？特别香，很糯。哎，还有饺子，你尝尝。看看看看，馄饨吧。啊，饺子饺子，很糯。对，有香气。嗯，我先吃饺子。大米我们可以买过来吗？就重一点，很好吃。车上那个更好吃，车上那个更好吃。这个好吃啊！哎，为什么就给你一个人上了一份啊？我的呀，我点了。给我一个。应该是一共三个，一个人一个吧。四个。对啊，我们四个凳子嘛。数量也不对。他们饺子好吃。来了我们的。还有一会儿上哪拿去啊？酒店里面还有。还挺好吃，好吃啊，好吃，好吃。肉的味道调的还可以。小时候的味道。酒足饭饱，又加了一份米糕，然后他们又上了一份米糕，上了一个西瓜船，西瓜船。这边很开心的在合影。我想把米糕打包回去。然后我们吃，哎，吃了还剩下一些，就打包带走。你要不把米饭也带走，回去给你开始吃吧。米饭要不要？不用不用。OK， 来，我们手机上。那没有，你能这样说吗？哦，他们挺好，还有个小飞机。你说的也挺有错，因为人家分。那应该怎么说？我只是知道这样说，他可能不同年纪、不同年龄人说的有点区别。哎，一岁一岁都有差别。长辈对晚辈啊，平辈啊。走吧，东西拿着。手机拿。手机带好。谢谢。嗯。